手指锤。什么意思？手指锤、啊、这样子戳戳戳。手指搞得好，我就是不是一样的？两手不啦？哎呦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要先来后后后。小乖，请发动攻势。我现在是在高雄吗？不然我怎么觉得好像自己坠入爱河了？你跑出家啦！太嫩了，太嫩了，这样还不行，真的是很强，太快了。哦，你要你说一些情绪的铺陈是吗？哎，你要他很比较，你个性比较急，对不对？我好急，我好急，不要那么急。评审，评审，小哥哥，你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小哥哥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排了，尤其是你的。掌握到那个诀窍了，有可以情绪的那个堆叠，好吗？好，请开始，手指锤。太敬业，太敬业了，老板。小哥哥，你要麻烦你一件事，来互动互动，可以帮我先拿我的口红吗？在这里。小道具，然后口红塞在一个不经，就是有小巧的地方，烫的，好烫！你怎么？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很好。你用我身体的热度来告诉你们答案。你用分数记在心里吗？哎，要直接公布了是吧？好，来，请抓住他们两位的手，把你心目中的那票投给你觉得表现最好的妹妹，请举手。请先抽。